忘記嗰啲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埋邊嘉應之星出就冇問題咯。中間係超級軍團啊，大外檔嗰只灰馬啦，就精神威啦，內欄第四黃衫紅帽咧，就係嗰只勝得精彩啊。喺佢外邊咧就飛輪閃耀啊，進佔第四啦。第五嘅馬咧褪翻落去係嗰只勝得精彩嚟噶。再跟住後邊嘅馬，勇猛神驅啦，時時有餘啦。尾三位置係勇戰神驅啊。咁啊，暫時殿後嗰兩匹馬分別係九寶啦、勁博包咗落尾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千二米嘅段住啦，前面放頭嘅馬係嘉應之星啊，沿用翻過往跑得好嘅跑法啦，就係放頭啦，外邊係精神威啦，超級軍團好輕鬆埋到嚟，跟住個第三位啊，第四位咧仲見到飛輪閃耀啦，內欄第五勝得精彩，第六位勇猛神驅，第七位即係尾四啊，黃衫嗰只時時有餘啊，後邊三隻勇戰神驅九寶暫時包尾，依然係嗰只勁博嚟噶。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前面嘅次序冇乜點變噶，嘉應之星佔先嘅，精神威出二搭。逼下佢，第三位嘅馬咧，仲係超級軍團啦。第四位紅眼罩六三咧，就飛輪閃耀啊，埋邊啊勝得精彩啦。喺外邊咧，仲係勇猛神驅、勇戰神驅啊。內欄尾三咧就時時有餘啊。咁啊，再後邊嗰兩匹馬啦，咁啊見到勁博喺大外檔見噶啦，紫色衫嗰只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係九寶嚟噶。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嘉應之星佔先少少，精神威逼緊佢。外邊紅眼罩啊，就係呢只飛輪閃耀上緊嚟，出邊位置追，仲係勇猛神驅啊，馬林入邊偷位。上仲有九寶啊，兜到嚟只有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見到外邊位置咧就勇猛神驅冚上嚟，紅眼罩咧飛輪閃耀啊，中間位置仲有隻超級軍團啊，攝入邊追，仲有隻九寶，最後一百米超級軍團中間出邊係勇猛神驅，相當接近埋邊位置咧，仲有隻九寶，中間咧就飛輪閃耀啊。講走位嚟講咧，冇錯，我跑過又咁耐，亦知道曬嘅場地係嘛？係喎。但佢個位置就係好蝕底，好老襯。大我諗喳喳聲喺轉彎嗰度嘥盡幾多力，佢根本上對呢個場地唔明白，佢唔明白呢個場地，又唔明白應該喺邊度發力。其實佢呢只馬，如果揾個好手喺度騎，完全唔同睇法。都係㗎。大家都睇得好清楚㗎啦。咩事咧？知唔知？我都想知啊。你一定要咧解釋清楚點解。係喎，真係好可惜喎。你整場賽事認真唔開心，不過今日傷亡慘重啦，連呢只都擺冇埋。